大家好，今日四月二十九号，所有好友都今日大家好，因为今日嘅期指升破咗一个重要嘅系阻力位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集阻力位咧，对好多人嚟讲有好多唔同嘅系睇法嘅。我一路睇法咧就系、是、佢跌落嚟嗰时就二九二，你跌穿咗二九二咧就会向二八嗰度嘅进化噶啦。